吨燃烧，只见特斯拉电动车早已烧成一团火球。车内的锂电池让火势难以扑灭，消防员拿水柱灌救，但火舌人不断窜出。时间往回推，原来黑色特斯拉行经国三甲深坑匝道出口时，疑似因高速过弯下匝道打滑自撞安全岛，车辆翻覆后不到一秒就窜出火光，所幸当时路过民众发现，赶紧将驾驶救出。驾驶脸部、手脚多处骨折，人在医院治疗当中，但经过酒测，酒测值仅高达0.7毫克。原来他26号晚上跟朋友喝酒，彻夜狂欢，结束后开车返家，过弯时却丝毫没有减速，直接撞上安全岛，造成车辆翻覆起火燃烧。它里面有大量的锂电池，然后会一直发生不断的化学反应，那它会一直燃烧。电动车因碰撞容易过热，引发火烧车，电池也随时可能爆炸。所幸这回路过民众见义勇为，才让驾驶死里逃生。记者陈正茂、张妹子采访到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，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。